记载后这像个沙地狱，加班下班每天吃规律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、yeah、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、yeah、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。这像个沙地狱，加班下班每天吃规律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、yeah、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、yeah、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。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。爷爷，爷，有你在，我还需要找自己吗？还是要找。躲在我的屋檐下面哦，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哦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有没有很惊喜？有没有？谢谢你邀请我。我少女时代的时候，我都一直在我们那个我妈妈的衣橱里面开演唱会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一直在唱你的歌，然后每次都会幻想说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们欢迎陶喆，然后结果都是没有，然后我妈妈都会觉得我是神经病。但是今天妈妈，我梦想成真了，我来当陶喆大哥的嘉宾。谢谢谢谢。阿琳昨天也才刚刚办完演唱会，对，这一次其实我非常的临时突然有这样一个冲动，我就问了说，哎，妹妹，你可以做我的演唱会的嘉宾吗？她说可以。所以当然一定要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人生的里程碑耶，可以跟 R&B 教父是不是？但是我还有一个愿望要实现。OK， 因为我通常都会比如说去录音室啊，跟很多朋友合作的时候，我都会在我的歌词本里面签名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完成了担任你的演唱会的嘉宾，是我可以让你签名吗？哇哦！而且我发现，你觉得我们今天这样的衣服好看吗？好，一定要再那么签一下。Yes，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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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但是其实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上面还有一些字啊，就是接下来你会担任阿琳的演唱会嘉宾，一定要来哦，这是合约，你被骗了。
你已经签定了，而且这么多相机有人在这里，大家好不好？大家都还是不要乱相信，帮我作证，只要阿林约我，我一定在你的演唱会当嘉宾。不好意思，那个经纪人，你一定要记住他的话哦。